张塞芬校长于1962年11月20日出生于施屋，18岁那年毕业于中华中学。两年后，他成功申请进入梅里沙拉越师训学院，主修华文科，并于1984年底毕业。1985年1月2日，他被派到达罗县的 SK 传布兰执教。在达罗的三年时光里，张塞芬校长满腔热忱地投入教育的领域。过后，他于1988年1月1日转校回到施屋的三明小学，在三明小学服务了11年后，他又再次的转校到施屋市政第四小任教。2003年3月25日，他被升任为敦化小学的学生事务主任。在任期间，他恪尽职守，任劳任怨，五年后升为该校的第一副校长。由于办事认真，又存着一股对教育的热爱，他于2009年11月16日上任大群小学校长的职位。